在这一次上班族 A 东西的调查当中，有60%以上的上班族呢是表示自己从来没有 A 过东西的，另外有30%多的上班族是有 A 过东西的。那在 A 过的东西当中呢，其实最普遍的第一名是笔，第二名的话是卫生纸，第三名的话是 A4 的影印纸，第四名的话是饮料，而这四样东西呢是上班族最常 A 的东西。